三双城音乐会是一场由流行音乐和交响乐共同交织而成的新年音乐会，借由音乐一起来共享岁末平安与迎接新年的喜悦。在十二月十三号到十五号晚间，即将在十六号出发的演奏者们，在音乐系演奏厅做练习与彩排。总筹邱彦景表示，团员由音乐系硕博士生与毕业系友组成，十二月十六出发至中国北京，到二十二号才回台湾继续演奏，分别是十二月二十三号晚上在师大林口校区礼堂，和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晚上在师大校本部的演出。双城音乐会不只有促进国与国之间的音乐交流，也增进音乐系系友们的情感与凝聚力，期许未来可以跟更多的学校一同合作演出。校园记者陈威采访报道。